广东梅州的梅陇高速路陷事故至今造成48人死亡。我们先带大家回到事故发生的一刻。塌房哦，下坡一次没人到现场了。就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高速公路上面突然出现大片路陷，望下去见到有车辆坠落，着火焚烧。消防和救援人员亦都赶到现场。这个时候，当局已经接报有多部汽车从高处坠落起火，速度还挺快，90码的速度。我第一时间过去的时候，看见有小车逆行过来，我一看是啥情况，就赶紧降速，拿双闪降速。有个大爷说前面桥段子着火了嘞，我那个车横着的话，比那个路宽，斜在那儿，然后打着双闪，所有车都过不去了，就下来给他们说。事发的路段是广东 S12梅陇高速公路梅大段。往福建方向编号 K11+900 的路段，位于梅州市境内。现场图片见到，路陷的位置长17.9米，面积达到184.3平方米。今次的意外发生在五一劳动节假期的第一日，不少人都会选择这条路线由广西翻去福建。有网民就话，同一家五口的亲人失去联络。关键是他们一家五口了，小孩的手表跟大人的手机全都是关机的。这是从梧州回福建的，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他们，就怕说会有在里面。当局最终确定有23部车坠落，不少车搭埋一齐，烧到好似废铁咁。央视的航拍片段见到，塌方现场出现一条长形的泥石流。到星期三朝早，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当局出动挖泥机清理。由于现场不时咁落住雨，周围随时再有塌方嘅风险，令到救援出现一定嘅难度。当局又用吊机吊起多部汽车，而消防就向着火焚烧嘅车辆继续射水降温。被吊起嘅车辆随后被运走，损毁嘅程度几乎完全辨认唔到系乜嘢车。截至星期四下午，事故造成48人死亡，有3人身份仍然未确定，另外有30人留医，当中1人病危。有死者家属认尸的时候情绪激动。有内地专家就指，事故路段位于山坡位置，但是看不到有重力式挡土墙和加固的支撑，同时亦都质疑当局监测和预警不足，因为类似的山泥倾泻发生之前都会有明显的迹象。现时内地亦都有卫星监测的技术，可以作出预警。国泰 CX31 客机乘客真系吓餐饱。星期二，天文台曾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日至少有10班航班因为恶劣天气冇办法正常降落。呢班 CX31 客机本来由上海飞香港，喺夜晚7点几靠近香港机场，不过连续2次降落失败，其中一次更加喺短短2分钟之内急升到4300英尺，即系大约1310米。唔少乘客喺小红书分享机舱嘅情况，可以睇到四围都系杂物。有乘客形容当时嘅呕吐声此起彼落，全个舱都系呕吐味。话屁股离开座位起码3-4次，空姐都喊，甚至有人话已经在备忘录嗰度写定遗书。虽然身处一片绝望的气氛入面，但机舱入面的人都有互相鼓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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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长加油！机长加油！没事的，没事的。班机在空中盘旋2个钟，最后改飞深圳宝安机场成功降落。国泰回复就话，当日有9班机。要转飞深圳、澳门、高雄，所有受影响的乘客之后已经安全到香港，亦都有为乘客提供住宿、膳食和交通安排，就事件对乘客不便深表歉意。大屿山澄碧村礼拜二夜晚9点几，10几个内地人在九座对开的行人路起争执。不过你的手机光的，唔好照住自己喎，表现多点啫，惊佢有癌咧。佢哋闹交又唔系我闹交，系咪？
同晚的火頭不止一處，據了解，四個男人在屋苑八座一個單位入邊飲酒食飯，懷疑有人飲醉了之後爆樽搞到受傷。據指上址是內地外勞的中央廚房。咁都未算，幾個鐘之後更加出現命案。禮拜三清晨五點幾，一個37歲持傷情證的內地男人頭部受傷，瞓咗喺碼頭一張床褥上面，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在澄碧邨調查緊嘅時候，估唔到喺朝早7點幾，屋苑再發生兩宗爆竊案，其中一個案發地點居然係前一日發生爆樽事件嘅單位。警方更加懷疑死者同呢兩宗爆竊案有關，而在事發第二日未見有死者的親友嚟殓房認屍。警方重案組就跟進剖屍程序，調查死者的死因同埋佢嘅身份。而家我哋喺個群組度已經係嘈到拆天噶啦，已經係要有好多嘅居民要求裝 CCTV 嘅，因為之前呢度因為嗰、那個治安實在太良好啦。20幾30年來，呢度係冇什麼事情發生，亦都有啲居民係不需要鎖門嘅。但係自從呢個3年前開始到而家，我哋係冇平靜過。呢個法團委員話，懷疑有地產經紀無視公契，將超過25個單位出租，俾負責石鼓洲工程嘅超過200名內地外勞做宿舍，單位放滿碌架牀，最多可以住17個人。而家令到我哋嘅生活出現咗問題。我哋有機會有住户係冇水沖涼、冇水煮飯，因為個水壓唔夠嘛。我哋靠山水噶嘛，我哋唔係由水務署供應噶。呢個問題係非常咁大。屋苑突然多咗大量陌生人出出入入，亦都令住户擔心治安問題。雖然法團已經向多個政府部門求助，點知都未獲正面回應，就先後發生命案同埋爆竊案。的士先是撞向左边大约2尺高的石坡，之后冲落大约3米深的山坡，向右翻侧。好彩有几棵树射力，防止它跌落去。70岁姓邱的司机额头和手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星期四凌晨1點幾，一架冇载客的士沿住山顶马纪先峡道往宝云道方向落车，揸到富汇豪庭对出嗰阵怀疑失控自炒。司機一度被困，他自行報案，之後由消防員救出。警方正調查緊車禍原因。由呢條車cam片可以見到，架的士沿住皇后大道東行駛，而喺期間，哎呀！明明绿灯都撞到人，真系吓到个心离一离啊！事发星期三朝头早11點幾，呢一架的士沿皇后大道东驶到春园街对开灯位嘅时候，撞到一个59岁嘅菲律宾籍女途人。我哋再睇多一次段片，事发嘅时候行车交通灯系绿色，突然间呢个担住遮嘅女途人冲红灯过马路被撞，而咁啱对面线就一架警车，警员见到咁即刻落车了解，而75岁嘅的士司机就喺现场协助调查。个女途人背部受伤，神志清醒，由救护车送往伦敦治医院治理。一个服装铺头的女职员在翻工期间，在西九龙中心露天扶手电梯被一个陌生的男人用胶水樽喷射强力胶水，导致双脚的小腿2级烧伤。一个36岁的男厨工被捕。我哋星期四去到伤者做嘢的时装店了解。店员陈小姐话，事主是分店经理，佢啱啱到嗰阵并唔觉得痛，但后嚟发现佢嘅小腿啲皮就嚟甩咁滞。佢摊嚟嗰阵时都唔留意，佢锁搭 lift 嗰阵时，佢就即系唔好觉咯。摊佢嗰阵时唔知嘅，跟住摊嚟公司咧就摆翻个袋，跟住嗰个袋嗰度有黐立立，佢就唔知咩嚟嘅，跟住用只手去查一查，跟住揦到只手。拿你隻手咧，跟住直接落去止痛啦，拿啦，跟住去拿拿淋去洗多根洗，洗完之後啲嘴辣到佢好痛咯，痛完之後跟住就報警嗰度，你見到甩曬皮咯，都幾犀利下噶，好嚴重下噶，好嚴重。警方经过调查之后，星期三喺西九龙中心里边一间食肆拘捕咗涉案嘅男人。据悉佢承认因为贪玩而犯案，警方喺佢嘅储物柜里边揾到几樽液体。
佢涉嫌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淋巴腐蚀性液体，而家被扣留调查紧。消委会的电脑系统去年被黑客以勒索软件恶意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礼拜四发表调查报告，话消委会违例，事件涉及有黑客组织攞到消委会一个有管理员权限的账户凭证，之后以虚拟私有网络进入消委会的网络，有450人的资料外泄。公署话，消委会有五大不足，包括冇启用多重认证功能，同埋欠缺足够嘅保安措施等等，已经向消委会发出7项执行指令，要求喺2个月内执行。消委会就话，呢次事件后已经采取一系列应对行动，同埋进一步加强系统保安措施，防止黑客再次入侵。警方近日积极打击黑的。其中就在年初分别拉了一个54岁和一个73岁的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计程标指示器，以及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于证件架上。警方就说，当日警员放蛇乔装乘客，分别尖沙咀搭的士前往大屿北迪士尼乐园和尖沙咀的一间酒店。如果按照咪标收钱的话，估计分别是大概200元和40元，而两个司机都没有按咪标收费，最终分别收取大概500元和200元的车费，即是较原有车资高出大概 1.5倍和4倍。两个被捕的司机上星期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相关的控罪，分别被判即时入狱1个月和2个月，停牌4个月和20个月，罚款500元和2500元。警方就说，非常重视滥收车资的案件，根据法例，滥收车资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以被判入狱6个月和罚款10000元。影片一开始可以见到现场不断传出指骂声，在锣鼓声的助兴下，众人情绪高涨，几个警员冲足过去巡游队伍当中，企图想分隔开两批分别着住白色和黑色衫的参加者，亦都有部分的参加者尝试从中调停，但人群里面开始有人你推我拱。事件发生在星期三中午1点几，现场是相隔4年再复办的元朗天后堡诞巡游，当时巡游队伍正是途经朗逸径。警方经调查之后指，相信是因为人多挤迫而发生争执，期间没有发生打斗，案件列作纠纷处理。好彩情况没有进一步失控，否则天后娘娘肯定不多高兴了。来到5月，又是到了收炸弹的时候了。我是讲税局的绿色炸弹啊，打工仔。税务局公布，今年度向纳税人发出了244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比上个年度增加了一啲啲。又是时候提下大家几时要交报税表了。记住了，一般人士要在今年6月3日或之前填妥个人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就需要在8月2日或之前填妥，用税务易网上报税，期限就会延长1个月。至于今年又有几多税务宽免呢？冇留意财政预算案的话，就要留心听多次了。财政司司长提出宽减2023至24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100%的税款，每宗个案的上限就是3000元。不过要留意了，由2024到25年的课税年度起，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就会实施标准税率两级制。如果入息净额超过500万，头500万是以15%的税率计算，之后的金额就会按16%来计算。至于政府税收方面，税局的数字就显示，2023-24年度的整体税收是3420亿，比在对上一个年度少收了182亿，主要是来自印花税和利得税减少。不过展望来年，税局就说有望增加12%，是不是太乐观呢？谭大鹏就说，预算案设立之后，留意到市面交投量有上升，加上失业率持续低水平，本地生产总值回升，再加上本港成立公司的数字增加，同有更加多的人才来香港等等等等的因素，对税收增加好有信心啊。咁包括是在股市方面的我哋嘅憧憬啦，我哋嘅估算啦，同埋喺物业市场方面嘅一啲嘅展望咁样嘅。咁喺目前嚟讲，我哋系审慎乐观啦。咁当然系会一路咁
留意住個市場嘅發展咁樣。嚟緊又要報税啦！你哋又覺得今年嘅減税措施夠唔夠呢？一齊留言討論一下。